黑夜是最窘迫的光明。你在深夜失眠时，请披上我的灵魂轻唱。爱你，夜空的繁星是我跌跌撞撞赶路时的脚印。城市荒凉的像一座被盗墓贼轮番洗劫过的坟墓，没有人愿意去关心他的灵魂是否高贵。流浪狗和流浪猫相拥而泣而眠，一群群在寒冷里搬家的蚂蚁已经开始害怕光明，在慌乱中失去方向的小鸟死于对爱的惊恐，罢工的大象撞在枪口，幻象着茂密的草原与清澈的河流。那些嗡嗡乱叫的苍蝇被自己吓得猝死，狮子被做成了身浮雕和英雄一起纪念。拆开黄色的皮肤，看到严重缺钙的骨头叫做软骨头。拆出最美的天际线，世人会爱上花河上的木鱼。拆走胸中的良心下美酒，拆除最自然而然的事物重塑马屁。独裁者的欲望越过在人间的权柄，天使正用受伤的翅膀护住一只迷失的狼崽。小孩，你要学会辨别三原色里的是非，爱惜自己最珍贵的良善，懂得在人间的公义。一双黑色的瞳孔是一对站立在夜里的火炬，要在白天最窘迫的时刻睁大双眼。那个等你的人一直都在，你的长发变成秘密的森林，所有的动物都会开心地迷路，失去自己的呼吸。你所有的叹息会在每一个清晨凝结成忧伤的露水，打湿一颗放荡不羁的绿色的心。你不要回头，我的想象就可以拐弯爬行，昼夜赶路。把你想象成一切都很美好的事物，像一大滴透明的水珠碎在我的面颊上，我的恶念就会在梦里瘫痪，为那些简陋的思想，为这个不安的世界忏悔，为孩子，为你的仇敌祷告，他们只是不认识自己的罪。邪恶一边拉扯着干净的灵魂，一边拉扯着自己的深渊。想一想母亲，像一支沉默的蜡烛，守住朋友是多么的情深意重。你背对着智，你背对着世界，却靠近了最初的自己。神啊，你一直都在我的右边保守，那些等你的人一直都在。这个月一号，上海开始立法实行垃圾分类，国人开始被迫文明一小步。最早在26年前，上海流浪汉沈卫先生就身体力行倡导垃圾分类，结果不被理解，误以为精神病。现在看着实激愤。我百度垃圾二字，弹出垃圾分类助手的对话框，我输入塑料袋显示为干垃圾，我输入人显示为人身为湿垃圾。干垃圾与湿垃圾最大的区别在于，前者追求不朽与有害，后者会腐烂，能回归自然。谈到垃圾，浩瀚地球万物之母正在遭受不可逆转的白色污染。全球塑料袋总量为63吨，现在还在争分夺秒的扩壮大组织。要
降解它需要2000年，土地、人类、海洋无一幸免。1902年，奥地利科学家马克思·舒托尼发明了塑料袋。19年后，他在自己的实验室中上吊自杀。在临死之前，他曾连续3天彻夜不眠的实验，只未能找到一种可以降解塑料袋的方法，最终失败了。他在最后实验室中写道：自己的工作本来想造福人类，如今对人类的负罪感让他无法再生活，再活下去。言归正传，我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都沉浸在受污染的海里，一笔一笔地刻画出人鱼。它有四足，能发出婴儿般的叫声，从海《山海经》开始活到现在。它最少有2000多岁的高龄，但它和其他正在面临的鲸鱼、海豹、海龟、北极熊的命运一样，会把海里的塑料袋、油桶、饮料瓶、易拉罐等当作食物吞到肚子里，死于饥饿与无意识。我画出钻进塑料袋里的人鱼，研究它在挣扎中浮出海面呼救。时间定格在这一瞬，希望看到的人类能明白，那个时代超自然的生物不会被现代社会的垃圾所玷污的道理。它的名字叫酸鱼。山海经曰：有鸟爷其状如蛇，你看有点像蛇吧。然后而四翼，哎，长了四只翅膀，咔咔咔。六目，哎，正好六个眼睛。三足，哎，一二三，这个它最后一个足脚画的比较夸张，那个爪子像钩子一样。名曰酸鱼，其名字叫见则其意有空。我直接说创作它。1917年4月，30岁的杜尚从商店买来一个小便池，起名为喷泉，匿名送到美国独立艺术家展作为艺术品，被拒绝展出。那天，新古典主义画家安格尔在上帝的花园里哭泣了一个完整的黄昏。这个强大的理念一旦存在，便不再消息。此前非彼泉，此泉彻底颠覆了人类对美与艺术的理解，成为现代艺术史上里程碑的事件，达达主义中的达达主义。1907年和1908年，苦逼的希特勒两度被维也纳艺术学院拒之门外，那时候他才18、19岁。他在维也纳街头行乞，靠卖画为生。如果时间可以倒流，维也纳艺术学院怎么会拒绝一位作为画家的阿道夫·希特勒？问号。2019年8月，这位足以让人恐慌的酸鱼，蛇与鸟的后续，四只翅膀、六只眼睛、三只脚的怪物，他如果不去爱上艺术，就会很纳粹党，他所到之处都会是人类的灾难。我一边画酸鱼，一边给他讲西方现代艺术史，印象派、立体派、达达派、野兽派、抽象派、超现实主义、抽象表现主义等等等等。当我给他讲到杜尚的小便器时，他很兴奋，伸手就把署名为英文单词我不会读的全抢了过去。酸雨郑重地说，要让希特勒以行为艺术的方式为自己对全人类所犯的罪行道歉。于是乎，阿道夫希特勒先生的最强大脑就出现在马塞尔杜尚先生的权力。这个我是画了一个杜尚先生的小便器，最著名的艺术品，里面躺的是希特勒的大脑袋，哎，这样一个对比。因为希特勒他那个独裁以后，他纳粹党对整个先锋艺术他是嗤之以鼻，他很痛恨，他恨不得把这种先锋艺术、现代艺术都是连根拔起。因为他画的，你看他的画画得很古典、很唯美，所以他的这种理念啊，还有思想，他是很保守的。这种保守就让他很极端崇拜。对，后面还有一点。
以艺术的方式化解人心的仇恨，不要煽动，以艺术的方式警醒历史的过错，不要重演此刻。这是我第49幅创作。下面是清明上河图。无意思勿扰，就你会想起此定无银三百两。我觉得安静一些好，清闲一些好。